你可以永远相信我社的默契。东北我们不叫八里本人，那叫八里嘎嘎人。八里嘎嘎人，瞧着你妈呢？谁瞧着我妈呢？我瞧着你妈呢。你瞧我妈干啥呢？还帮你呢，帮你什么？嘎嘎人。新搭档的沟通全靠一年，一会儿一年又过去了。对，就这几年就感觉好像就是什么感觉啊？什么感觉呢？就好像一匹那个白马就从那个山涧之间擦就过去，就那种感觉。哗，你是不是想说白驹过隙？那个时光就特别的刺儿飘，这个时光刺儿飘，时光如箭，就好像就是那什么感觉，就好像那个时光就到。哎，嘣一下就过去了，就那种感觉，啊、哦，那叫弹指一挥间。你俩是拿观众闹着玩呗？那我那个服务员去调一下啊，如果调不好，大家退票。喂，这回好了吗？西华成了所有人的意难平。闭上眼睛听，就像是一个人在打板。二哥一张嘴，九太就知道他要说啥。九零小丑就是我自己。二打一，谁跟谁出演现在？我们俩演离鸭子远。我心上是处女联络的亲密，爱着天空也深爱着。所有美好全部 come for ya， 我的爱也全部 come for ya。Baby，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。有一种默契叫郭德纲于谦。说我们俩有时候站在台上已经说了15分钟了，都不知今天要说什么。好，您就一个缸。不用看也能准确无误地牵到对方的手。双腿修长，眸中含光，胸中有海洋。双腿修长，眸中含光，胸中有海洋。奇奇怪怪的可爱秒懂了。你往前面站，感觉我欺负你似的，干啥呀？毫无生气的小动作真的齁甜。